九月，北京新来了那么几个小车，迷你的四节编组，可爱的正脸，粉嫩的涂装，加上小家伙要见 N 多年都没跑过朴素的北京北站，令全北京乃至京津冀的车迷都翘首以盼上线运营的那一天。之前在水南庄拍到小东西被老大哥拽着回库，今天我早上不到五点就爬起来，穿过半个北京城，专门来体验小家伙手工车。现在已经上车了，马上就发车了。今天人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太多了，这就是不多，但是那个头车那边基本上是塞满了。啊，准备发车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录吧，录吧。我还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还具有一定的通勤价值，就是因为从西直门到昌平这一段你要走13号线和昌平线，就是如果你通过怀密线来走的话，就可以绕掉西二旗这个非常非常堵的换乘点，从而方便了通勤，而且票价上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，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。就到昌平北站了，今天玩得很开心。说半天，你放假我都没空跑。我跟他们说这个，直接买回去。